16个人类倒霉瞬间图鉴，坚持到最后的小伙伴会有惊奇发现。选购的时候认真是好事，但是也稍微关注一下货架。砍树就砍树，你摘人家烟囱干啥？这孩子多懂事，给妈妈洗东西，就是妈妈往外捞的时候感觉手有点抖。这缸运得也太草率了，你指望车子自己给你扶着缸吗？这名男子的操作看起来非常专业，但是这个爆炸咱也不清楚正不正常。本以为自己逃过一劫，结果还是得意得太早了。这是什么操作？自己给自己用镜头晃晕了？这个画面是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因为现在的井太少了，所以贞子都需要有同伙从下水道出来吗？箱子里藏着什么神秘物件？气球飞这一下还是挺吓人的。熊孩子乱抹巧克力酱，乍一看以为是凶案现场。这滑雪板现在这么复杂了吗？还得手动配合滑雪转弯。两车相遇，谁先怂谁就出状况。这车的司机也太猛了，这都敢往里开。这画也太逼真了，简直就像是把车嵌到了墙里。别以为自己一路上骑的都很顺畅，就以为可以顺利到达终点，可是水塘能放过你吗？听说长按点赞会让你心想事成，灵不灵验，友谊小姐姐都会在评论区等你哦。